大家好，我是 Yuna。 今天我就想试下化这个叫 New Jean Herring 的妆啦。我现在就没有化妆，不过我是有接了睫毛的，所以好像看落都化了妆。首先呢就用这个 primer。咁呢個 Laura Mercier 嘅 primer 咧，純粹係持妝啲啦，同埋咧皮膚會平滑少少，同埋都比較保濕嘅佢呢個。咁呢度就有啲腳斑啦，一下就搽完個 primer 咧，我就用新買嘅個雪蛤啦，跟住就係。雖然呢個粉底咧就唔會話完全遮到曬啲黑眼圈啦，但係頭先好多呢啲雀斑其實都淺色咗少少，咁我就覺得個額頭呢度咧啲顏色都唔係好均勻。基本上好近咧都唔會好睇到啲毛孔，呢度少少。就真的要去咁近先見到，咁就用開我最中意嘅 Candy Pro 啦，覺得我唔會換咯，因為真係好用，即係一直都會 keep 住買佢。佢雖然話係 cream foundation 啦，但係一啲都唔濃咯，唔會有啲任何嘢擎住喺塊面嘅感覺。佢黑眼圈遮住好多底。都是有一個暗沉位喺呢度，每次咧都係要再 highlight。其實呢個妝嘅精髓其實就喺隻眼度啦，因為 Harry 佢隻眼真係好似一隻貓，好得意，之後仲會戴埋咧貓眼嘅啲框。有咗呢个灯之后咧，我嘅白咧佢会即系反得反光反得好劲，同我喺镜睇咧真系好大差别啦。其实系嗰个色系好自然嘅，喺镜度睇，但系唔知点解佢成个打白晒咯。都尝试睇下，再睇点样教先。哇，咁奇怪！呢个白灯系最自然，即系再加暗少少啊，好似自然翻啲。诶，熄咗添。呢度嘅 setup 都系唔系几好，我而家咧考虑紧咧，即系租一个一人嘅 studio 啦。唉，不过都仲有好多嘢做紧，最近即系可能又会快闪一个旅行啦，同埋有圣诞假啦。我嚟紧出年啦，月头咧又会出去，又会去旅行啦。所以即系唔知道边个时刻咧，边个时候咧先系最好。嘅時候啦，但系咧，我而家最近學生心靈啦，即其實冇最好嘅時候，就係即刻係最好嘅。但系唉，所有嘢都係要籌備噶嘛，所以咧努力緊啦，希望大家搶走下呢個影片咁奇怪。我 friend 咧就送咗 CT 嘅一石化妝品啦，有呢個嘅隱形啦，有胭脂啦，之後有唇筆啦、線筆啦，仲有個mascara 啦 ，mascara 就唔用啦，因為我已經接咗睫毛啦。仲有個唇膏同唇彩嘅，但係嗰個色咧就唔係平時 Harry 用嗰只色啦，同埋我可能要 mix 少少聖誕 feel 落去咯。呢個就係 CT 眼影車上用嘅粉係大地色，然後咧而家條眉啲色咧就冇咁突出啦，我就冇化個眉嘅暫時，咁我而家就畫畫啦，填翻少少啦。都用一用咁張啦，因為始終個頭髮都係綠色嘅。
原來 Harry 平時都不會點化上眼影啦、啊，咁我就用呢個啦。佢有少少用最貼近膚色嘅畫一畫。呢、這個眼影咧就係、是、有少少亮感嘅，依家就擦完個眼影啦，係咪睇落冇乜分別呢？咁就啱噶啦，因為 Harry 嘅妝咧係非常之自然啦，有少少亮感咧就已經足夠噶啦。我發現咧，其實佢個重點嘅位咧，其實都係喺下面咯，同埋眼線嘅部分咯。咁我就畫埋下面先啦。咁首先咧就可以填滿少少嗰個睫毛嘅分布啦。然後咧，佢呢個色咧有啲深啊，跟住咧再用一個再自然啲嘅啡色。点解唔用头先嘅闪粉咧？因为佢如果下边闪咧，就可以圣诞啲嘅，但系就追求翻 Harry 嗰个自然感啦。咁我揾翻 Kate 嗰个啦，咁我就用中间嗰个颜色，就喺头先睫毛根部嗰度下面少少啦，再伸延佢啦。但眼尾呢度咧，千祈唔好画到咯，即系唔好连埋上去咯，就咁扫翻开咯，沿住啲睫毛去扫翻开。咁啊，眼頭嗰啲位咧都要填啊。但系本身要個眼型似，先真係完全做到咯。啲 Harry 嘅妝係，即係隻眼咧有少少向上嘅，但係當然我隻眼就唔係啦。咁所以我就係參考翻佢化妝嘅技巧咧嚟。当然是一个没有睫毛情况下会明显很多，因为我接这个款就是中间和侧间放大，这样半月形这样散开多一点。如果是似它那个款就应该是中间不那么长，就是猫眼款这样眉，只是眉毛加长的话，我见它呢眼线呢是用眼线笔的，所以大家都可以用眼线笔呢去营造了最自然的个效果，即不会用眼线液，眼线液就会好深，分別唔係好大咯。我畫咗同冇畫，因為嗰個睫毛實在是太濃。咁我大家俾拎埋俾大家睇睇，就咁樣向上揚少少嘅，佢冇拉好長啦，去到呢個位咧，其實已經夠曬啦。之後咧，眼頭咧一定要畫啦，因為呢邊個眼頭係勁尖啦。咁我之前好似有教過嘅，就畫呢個位，係啊。你點樣畫咧？咁樣拉開呢度咧，你就易畫到啦。就好似人哋開咗眼頭咁樣，大家睇到呢隻眼好明顯係尖咗好多。同埋有冇少少咁樣直嘅分別？咁我化埋另一邊，今次難多次呢個眼頭咯，即係咁喺呢度啦，掹開佢，之後掃到最底嗰度嚟，呢佢哋掃出嚟咧，呢度啦，都得，會再尖啲嘅啫。當然如果你想自然一點就不用畫埋這粒肉，即是眼這粒肉，你大家明白嗎？知道啦，就是都是用CC這個，它是最建議，我多數都是用一個粉撲來上的，你有心看一點這裡，少女一點。其實 Harry 的胭脂都挺重手的，那大家就回自己的需要啦，慢慢疊加上去咯。擦埋个嘴啦，咁佢用嗰个嘴唇咧，就系、是比较桃红色嘅，再偏深少少。大家可以揾翻比较桃红再水润少少嘅，或者画翻呢度位，呢度位之后咧再擦透明嘅，最后咧已经系好似啦。咁今次咧就顺便又想化埋圣诞妆，我拣咗呢个，呢个系 Too Faced 出嘅，佢好似好闪，但系都 OK 嘅。佢仲有啲聖誕味咯，其實都 OK 咯，勁聖誕定啲啊！呢個係貓貓妝啦，我係 inspire Harry 嘅貓貓妝，同埋呢個係好自然咯。如果你喺香港嘅女仔咧，其實都可以化呢個妝，聖誕節嘅時候。咁但係如果你都想有呢啲即係咁樣美豔少少嘅效果咧，可能就要去整睫毛。之後我而家化埋個眼影，我唔記得仲有呢盒嘅 Naked 啦，佢係勁聖誕嗰啲色。決定用這個色，閃得來其實它那些是很幼小的，它的閃粉掃幾層都不是很覺得的。
我唔建議大家咧化埋眼尾呢兩笪變咗深色啦，因為咧你咁樣會變咗嗰、那個咩迪士尼嗰個黑魔女啊，即係有個魔王角嗰個咯，變咗 Halloween 咯，成件事唔係貓貓裝。所以咧，其實咁樣已經 OK 啦。你中意咧，可以再喺呢度加一個閃閃嘅石啦。因為我見到其中一張相咧，喺邊喺呢度你有加一個閃閃嘅石嘅。咁呢個頭咧，我已經發咗個 story 嘅，咁咧大家可以撳去睇咯。如果中意嘅裝嘅咧，就 like 呢個片啦。我想講我係特登著綠色衫，但係我冇個熒光綠色嘅衫咯。呢個已經係我唯一揾到嘅綠色衫，我覺得呢個綠色衫同埋一個深綠色嘅綠色衫，呢個好似就青春少少，所以我就揀咗呢個咯。唉，笑死！